祝两兄弟等你平安。平安。啊，真欢喜今仔日来到这，甲咱兄弟姊妹做伙来敬拜上帝。啊，原本计划啊，因为我唔知咱捌林辉义老师无？捌。林博士，吼、哦，我2002年第一遍来美国，啊来咱教会，啊我的老师，伊是我的儿童指挥的教授，伊拄直肠癌第二遍开刀。啊，所以迄年到伊，我要离开的时，伊忽然间师母讲，老师要请我食饭，所以阮有甲咱的兄弟十几个人做伙食饭。然后过年共三年我来，伊就摕一条朱多芬，啊，甲一条快乐的家己吹的歌，啊，啊来，佫叫一个竖琴，啊，伫遮教我讲这条歌安怎表达，安怎来唱这条歌。哦，这是我印象最深，所以当讲要讲会当献诗无，我本来是唱杨望顺老师的，我想讲啊，等下咱的教会我的老师伊才做礼拜哈尼久，哦，啊来唱伊做的歌，哦，啊真可惜，因为迄个伴奏放袂出来，哦 ，DVD 放袂出来，所以我嘛是尽量，因为唔捌安尼清唱过，哦。啊，我著第一首的朱多芬，啊，我用蛮多用清唱的方式，因为时间的关系，后壁阁找一个来用。不过就是介绍林厚哲老师，伊伫二零零四年过身，啊，2014年伊著上帝率伊伫面前的召我，啊，所以伫迄三年，迄我二零二零三来的中间，会当把老师的作品录作 CD， 制作做 DVD。啊，所以，而且我介绍林厚哲老师，用伊的诗歌，咱做伙陪伴心，进入咱的敬拜，朱多芬。阮伫天里的父，愿你的名声，愿你的国。对你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予阮，阮的日时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缘，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缘，因为靠阮的恩根，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代代无尽，代代。这首歌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因办一个大音奖的迄个音乐的迄个性感的比赛，啊，要迄阵甲林辉老师讲，伊要用伊的生命的粮，吼，哦，迄是华语，哦，写华语的歌，生命的粮。啊，林辉老师甲回应讲，咱长老教会都爱唱台语，莫唱华语。我随写，所以伊写这条《活命的饼》，哦，啊，我用这首歌嘛介绍予咱。
最后这首是《上帝疼世人》，啊，这首歌是林厚如老师上早期少年的时期写的这条歌，哦，《上帝疼世人》啊，这首歌我其实无我喊你伫介绍伫分享的，是我见证内底用着，所以我嘛尽量用我会记得的，哦，用清唱的方式来介绍予咱，哦。伊个歌，林厚如老师早期个歌较像伫 opera， 较像伫歌剧迄个形态作曲方式，吼，上帝疼世人。上帝真疼咱，上帝真疼咱。Oh,